With diverse flora and fauna, magnificent natural landscapes, and an ecological biosphere that supports life, this wondrous planet is our earthly home. From our animal co-inhabitants to the lush rainforests and life-giving soil, we cherish all these as gifts from the Creator. It is a common theme in the world's major faiths that during our temporary stay here, we should be good stewards of Mother Earth. Throughout the years,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has shared the message of leading a balanced life while following a spiritual path. Not only must we nourish our spirits, but we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re for nature and our fellow beings. In light of recent scientific evidence which pinpoint the raising of livestock as the number one contributor to climate chang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ffirms the important message she has noted for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e must be vegan and practice sustainable living. We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of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with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你坐那边再祷告方便就安全。不怕人家都知道。我告诉你们，有一个故事好玩的，有关蛋糕的。有一个，有那种法师嘛，有没有？人家死了是往生什么？是有什么病就救他来那个道道看病啊，救生命好啊。超度。他就带一个树童一起走，那土地嘛，小徒弟带了一起走。过去那边就弄各干各干好了以后，藏族啊就请那饼干啦、蛋糕和茶，哦，好好吃。他吃已经很多了，不过还想吃，不过不好意思再吃下去嘛，所以他就拿了几个饼干呢、给那个书童啊，就说：“孩子，你拿着。”他一眨眼睛，意思说，放着等一下师傅再吃。不过那个小孩子不懂啊，哦，谢谢，然后在那边剥了就吃了，在公众面前这样子公开吃，认为给他，那个师傅没办法骂他，在公众面前没办法，我气得要命，回家两个一起去了。那个书童当然带着他的行李又是背包啦，走在后面。这个师傅就往后面就骂吧，我是不是你的那个犯人呢？要你押送啊？要你押送我？
那就那个徒弟就跑到前面来了，他说你是我的是什么人啊，我的爸爸妈妈，你在我面前走。徒弟怕了就跑到桌面去，你是我朋友吗？你跟我同等吗？啊，你跟我一样呢？一样的平等这样走吗？啊，你是不是我朋友啊？啊，什么时候？哦，徒弟怕了就走到右面了。啊，又一样了，是不是你跟我平等的吗？啊，啊，那个小孩子太怕了。我走前面你也骂，走后面你也骂，走左面你也骂，走右面你也骂，似乎那我应该怎么做呢？那个时候就那个师傅啊不太客气了，就看见他面眼前的那我的饼干在哪里？坦白就好了，何必？还记仇？就是这样子了，嗯，师徒关系好深刻。OK， 师兄，你去吃一个饼干好了，吃蛋糕。好，那有了哈。不管他了，好不好？吃不吃会冷掉。要买锅耶，不是他就要那个啊，不能说，嗯，大家在左右后面前面都不对，蛋糕了，我是蛋糕了，等一下你们怎么下去？他不吃了，等一下你们怎么下去？左右后前都不行，都不对。有师傅吗？法师的，你给我看看，好多。这终于讲出来了。那我的蛋糕在哪里？那我的饼干呢？那跟师傅中奖不是差不多一样？以前那叫狗吃米糕。你怎么都天天念念的狗吃米糕？哎，为了他叫他徒弟看那个米糕，等下带回去吃吧。结果狗来吃了，他一边诵经，不晓得怎么办，就小心狗吃米糕。还有一个人哈，他比较省钱嘛。还是蛮没有多少钱呢、啊，嗯，畜生那种啊，我是畜生，就是专门叫小孩牢牢的那些啦、啊，秀才，嗯哼，也很秀才，嗯，上进度没有多少钱，而且也很节省的、啊，嗯，他太太也给他没有多少的袋子钱，他跑到那个小小的路边摊呢、啊，嗯，他吃一些东西啦、啊。没有多少钱，所以他吃那个人家烫的芋头呢，他把那个皮啊剥了，然后放在旁边了，然后就吃这里面了。后来吃饱了还饿了，不过没很多钱了，他知道一个玉米是多少，然后一把那个什么花生是多少，他算起来，那我不来了，他就。他想吃那个皮呀、啊，不过不好意思啊，因为那个主人一直看他了，我说等那个人忙一点，他马上就来了，跑到狗里面，咬吞出去。那个突然那个买卖的那个主人就看他吃东西了，你再吃一些什么了？他不好意思说他吃那个皮呀、啊，那个芋头皮，他说我吃那个一把那个，花生。他说啊，那这样子，那多一块了。我能不敢吃，又不能吃什么，好可怜啊！以前那种秀才是比较蛮贫穷的啦，啊，没那么多钱。马顿呢，住下面呢。马顿那住哪里？他住下面。他在下面。下面哪里？有房子吗？有搭帐篷。哦，这样的、啊。
要请他上来吗？嗯，好，能够带他上去吗？可以，带他知道怎么上哈。他希望不是他。我们可以去看看。啊，不用了，他知道嘛。是，他知道。到了开一部高尔夫是什么车上去？是。不然用跑步了。是。想你怎么今天听到他没有什么？每一个妈妈她生了三个都是男孩子，儿子。嗯。那老大12岁，老二10岁。嗯，那小的8岁，那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都好聪明，但是很懒，非常非常的懒。嗯，那譬如说妈妈叫那个他们洗澡啊，老大就会不洗头啊，他就身体洗一洗就出来了，头都不洗，头都不洗。所以他因为常常就偷懒嘛，就少洗一样，他就常常头很痒，他就常常这样抓他的头，抓他，啊，就养成那个习惯。那老二是。他常常听妈妈在骂那个老大说怎么那个奶不洗头，所以他只洗头他不洗身体，他身体上那样就常常抓身体。那老三又看妈妈也骂老二，所以那个老三比较聪明，他是两样都洗，但是他就是不擦身体，他就要偷懒一样，就是他就洗完澡湿湿的，他就把衣服穿上出来，就常常吹到风，能够省哪里就省哪里，省哪里就，然后就常常流鼻涕，他就常常有这个动作，这样擦鼻涕这样。那有一天，他们就大家都很懒嘛，吃完饭以后就坐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妈妈有事情要出门了，妈妈就跟他们说：“好吧，我出去隔壁阿姨家谈个事情，半小时就回来了。”你们要把那个碗啊赶快洗完，那假如没有洗完的话，洗干净的话，我回来以后都不给你们看电视了。好，那三个人就推来推去啊，老大就叫老二洗，老二推老三，老三就说大哥你比较会洗，我容易弄破啊，你去洗，就推来推去。后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说好，这样子好了，我们坐在这里啊，谁先动，大家都不要动。谁先动的话，谁就负责去洗碗。那大家就坐着。里面啊，有一只大狮子啊，哇，它好雄壮，好威武啊！它头很大，哇，那个毛很长啊！你看它这么长，它吼起来的时候，那个毛都竖起来，我这么趁机抓那个头。然后老二一看，哇，时机来了，我好怕哦。那老三一看，也是时机来了，他说：“大哥，不用怕，让小弟来射他，就赶快杀他。”你居然给我们念的故事，他类似很多，还是龙道之父就觉得。啊，我有一个了。哎，那个有一个富翁嘛，你一边弄一边吃东西啊，是用浪漫自己。让它固定的，固定路啊，也偶尔转一转嘛。不过你要做什么，我也一边弄，一手弄一手吃嘛。哎，现在刚好想到那个故事，我有两个啊，第一是那个手的东西，第二是有关学习的。我可以提醒我，万一我忘记了。OK， 有那个一对夫妻嘛，两个都贪吃。因为两个都喜欢那个偷吃，怕那个 partner 怕另外一半你吃，所以每次都偷偷吃了。连那个进去厨房啊，另外一个人也担心了。比方说进去拿东西出来，都一定要偷吃一些，然后剩下的留下来带出来。所以他们两个都互相相知了。我说他们有约好，如果去厨房的话，一定要排手什么的哈，这样子就知道在里面没有偷吃东西。另外一个那个先生说 OK OK 没问题呀，然后太太进来的话是要唱歌的啊，不然的话先生会知道他一定吃东西的，所以 OK 了。那天轮到先生进来厨房拿东西是不是马上拿出来，就先抓东西吃，然后才拿嘛。所以先进来排手什么的，然后他没关系啊，他一边排着一边吃。笑死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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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声音大很大的。然后另外太太轮到太太进来拿东西，他就录音好他的，在这边调一调，就边吃边听。啊，两个都互相骗的，互相骗为了吃东西。啊 ，OK。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亿万富翁嘛，有一个富翁他是很富有，不过他非常那个节省啊。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也应该上学了。不过他还是省钱呢、啊，舍不得呢、啊。然后每个如果朋友来问为什么不送小孩上学，他说：“哦，我就怕他我这个儿子哈、哦、头脑太笨了，就没办法学跟人家一样。说还是由于要去请什么最好的那个老师来，不过到目前还找不到。然后那朋友就说：‘哎呀，很简单嘛。’”如果他比较慢的话，那个老师会慢慢叫他啊。比方说今天他弄一行，就是一行这样，他就叫他那个是一啊，他就学那个是一啊。啊，学会了以后，明天老师再弄他两个行，他说那个就是二，然后他就学会那个二。一天学一次也可以，慢慢学。然后学好了以后，到老师会学第三行，三行这样子。都会跟他说这个就是善，那他就学到那个善啦，怎么那么简单呢？没有问题的 ，OK。啊呀，我会考虑考虑。啊，那个朋友走了以后，那个儿子就知道爸爸临走，爸爸不用了，不用请老师，我已经学会了一、二、三，根本不用请老师呢。够了。他认为这样子，跟我们徒弟一样，学几句就行了，运行就行了。好了吗？还有吗？看来看去就我和你没有别人。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喝醉酒了，他就去躺在马路的中间，然后人家看啊，哎，同志，你喝醉了，赶快起来吧。有那个脚踏车过来啦，小心被压到了，就叫他。他说我没有醉，我不起来，我给他从蚊子里压过去。然后快起来。他说不管，那个脚踏车来，当然是路还是蛮大的，就从旁边就这样绕过去了。然后又有一阵人家，哎，同事，快起来，你看摩托车来了，快起来，我不起来。我给他从五日子一样过去了，然后摩托车来，当然看了有人了，又闪过去了。然后说，哎，这下子不得了了，哎，汽车来了，哎，小轿车过来了，快点起来，我不怕，我给他从总是这一样过去，就是车子来了，又还是有个缝，还是慢慢过去，然后又再来，人家又跟他叫，同事，你快起来吧，那个消防车过来了，救火车过来了，他说我不怕，我给他从我看我还是起来吧，撞死人不赔的。那那种不会赔钱的。真好笑。有一个家庭嘛，有一个小孩生病了，要带着医生看，他抓药，抓了回来吃了一下马上死了。哦，那个家庭跑到医生那边吵闹的不得了啊，一定要死要活跟他就对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回你家看看你小孩情况如何嘛，再说嘛。 OK， 当然啦，不过他已经死了，你还能做什么？没啊，让我看嘛，看了一眼啊。他来了就摸摸小孩，那死了。他就说：“你还怪我什么？你那个小孩发酵得很厉害，现在他我已经把那个发酵已经……”先生，你那么冷，还怪我什么？已经冷下来了，还怪人家没笑呢啊！哎呀，完蛋了！啊，完蛋！进来吃东西。
过来一点点，你们多空间了，小心。来，过来，这样比较不急嘛，啊，这样有地方可以坐。好了，拿蛋糕给那个大麻了，老马，不老呢，看起来一样啊。对啊，没有一个人老，你们怎么都不老呢？啊？师傅不老，不敢老。小心，OK， 给他一条根牛吗？有。呀，完了，然后一杯热水了，水发水，可以喝茶了。哎，行了。有那个本子都不在了，那个教化那本书了，我全部带到山洞去了，在那边读书，比较安静嘛。不是晚上睡觉以前呢、啊？都看书嘛，奏章啊书都带到那边去了，还会有这个办公室有什么用？我又想到一个，就是跟师傅以前讲的那个乌龟的那个笑话是差不多的。哦、说，他说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个昆虫啊，他们就刚好有一只瓢虫它。他金龟子啊，他生日，大家就集中在他的洞里面，要给他庆生嘛、啊。他庆生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少了那个姜啊，要煮那个姜茶给大家喝嘛。”哎，我们少了姜，那个蜈蚣就说他家有，他回去拿，然后就蜈蚣，一百角那个，对，他就说他回家拿好了。然后就他们就等啊，一直等，就等不到他来，然后大家什么都吃完，就等不到他。那大家开始骂这个蜈蚣。那到最后他听了大家骂，他就说：“你要知道，你们这里规定要脱鞋，我穿鞋到现在都还没穿完，还有一百只脚。太忙了。那个像另外一个故事也类似的，那个他那个妈妈跟那个阿宽讲，你一定每天要穿新的袜子哦，一定哦，答应吗？啊，乖 ，OK， 答应妈妈每天穿。到第几天了，他就不上水了。妈妈说：“为什么你今天不上水？”他说：“我那个鞋子装不进去。”为什么装不进去？因为鸡双，鸡双袜子每天穿一双，大天天肿了很大了，鞋子装不进去。每天穿一双，真的是啊。你们笑不过我有徒弟是这样。哎呀，讲不完了。不是说小孩每天穿一分金的袜子。OK， 还有没有？有，三只乌龟。嗯。乌龟爸爸。嗯。乌龟妈妈。嗯。乌龟小孩。嗯。他们要去郊游。嗯。乌龟走很慢，走，从停车场走到西湖门口，走了五年。然后再走，走到保护亭又走了五年。10年过去，他们终于走到保护亭了。那个篮子打开，很多那个花生糖啊、蛋糕啊，好高兴。然后还有罐头拿开，还要喝黑麦汁。然后开瓶器没有带。什么？开瓶器。然后小乌龟就说。那爸爸妈妈，我孝顺一点，我动作比较快，我回去拿。嗯，那可是你们不可以先偷吃。啊？你们要等我回来才可以吃。OK。那爸爸妈妈就答应，好，我们不吃。你一定要答应我哦。好，我们一定不吃。嗯。然后爸爸妈妈那边等，过了五年，小乌龟还没有回来。他们在等。又过了五年，小乌龟还是没有回来。已经20年了，他们还没有吃到。然后他爸爸妈妈就看一看，就说：“那
我们先吃一点点，其他他回来再一起吃好了。嗯，他们就开始把饼干打开，小乌龟在旁边跳出来。嗯，我就知道，我就吃完了，我就偷吃。在那边等二十年。哎呀，好玩。OK 啦，要吃了啊。还要的我都来拿啊、哦。还有谁要？蛋糕很多嘛。要的多来好不好？那个篮子放在旁边，人家过去。不是你给你盘子，人家借给你就好。我不能自己自带来，懂了啊？懂了。知道啥吗？高高，很久。我吃一点点，一点点，喝一点点，这样子过日嘛。那个蛋糕好甜哈、哦，不过好吃吗？是，嗯哼，继续吃。这个真的很奥妙啊，因为平常人家有一个架子在下面，让那个空气不掉下来，掉下来、嗯。我们没有，它还是活得很，是很烈。来来，大家一起啊，我都吃过了，喜欢的吃，别扭啊。再见。啊。爱吃蛋糕，对呀、啊，爱吃蛋糕，吃吧。哎，爱吃饼干就吃饼干，不要像乌龟。你们还要蛋糕，我们再切。糖果饼干，你们要不要吃冬瓜？冬瓜饼，糖果的，喜欢吗？冬瓜，喜欢。吃冬瓜。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糖果的。吃不吃的是一些明白。No, I don't want anyone, thank you. 我吃太多了，一定能吃下去太好了。我喜欢那些水果那些而已。软软的哈。我就是习惯那个水蜜桃。水蜜桃好吃。嗯。是啊，那这个时代哈，小孩都喜欢那个罐头东西吃了，是新鲜的，反正不知道。是什么口味呢？很不一样。会不会太热啊？你们两位？不会，很温暖。很温暖，很幸福。我们房子也是蛮大的哈，住了好几只啊。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Wow, 19, 20 people in this room. 哇，还没满呢。对。还有楼梯可以坐下去。你们住那边会不会冷啊？你们？哦，这个不会，还好，空气比较好。OK。那纸包比较多，没问题。有预防好哈，预备好。继续吃哈 ，OK 啊，不客气啊。奇怪，有时候是喜欢吃那些不健康的泡面那些。因为如果买太多，你们吃太多，那真的不好。啊，没关系，他们要吃那个泡面给他们吃嘛，喜欢的，喜欢的。OK。啊，我再跟厨房的人说了，哎，等我们今天吃泡面好了，不用。他这么高兴了，吃泡面行了，省了麻烦。那个发明泡面那个人近死了哈，80岁又是什么人？对，也是活了蛮久了，看得好可爱，小小矮矮的，瘦瘦的，在那边吃泡面给大家看呢。他是日本人吗？台湾人。台湾人啊，到日本去。啊，对，难怪，啊，小小的，看得好可爱。当然，全家都是排那些泡面不同的，是就围绕在下面煮泡面给自己吃。哇，好厉害！然后大家都讲了上瘾。哎，我再想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弄泡面，卖给同修。那个不要有那种打火机了啊，不要那个就没问题了。我们调整好，味道好。不同的那个菜啊，对 ，OK， 不同口味嘛，调得好给大家，哎，一定可以哈。这样我们又可以吃泡面，又不用身体不好，嗯，我想到了，
既然你们那么上瘾，我一定把一种没有含糊剂的，嗯，好了，就是这样子了，你们去找找吧，找工作了。像狗的吃东西一样啊，他们好爱吃啊，啊，狗很爱吃那个，那条好嘛，够营养，那个条好，用爱心做，他们很辛苦。好了，多一样工作出来的，SM 泡面，就妈咪泡面，现在就妈妈泡面。我们可以做世界各国不同口味，嗯，印度的、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对对 ，kimchi 啊，啊，咖喱啊，啊，什么香菇类啊，冬粉啊，一大堆，即使几样已经够用了哈 ，kimchi 那些蛮好吃的。你说叫什么了？哦，摩拉多写 message 啦。哦，他叫什么？他讲什么？我讲超。他说念就好了嘛。好，他说 ，You really have the nicest people around. It's so electrifying to be with them. Very refreshing and enlightening. How I wish all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could behave the way your followers do. Then the world would truly be a peaceful place to live in.Brother Morato， 哈哈哈哈哈哈！他现在就叫我们布拉德老亲了。他写了三封，然后他就说：“那你节目写下来，解析给大家看。”好，第二个，你也看看。他说 ：“I was surprised to read in 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the column of Mrs. Belinda Cunanan today on board the plane.”When I arrived at 6 p.m., everybody knew where I had been and all about Master and the grand affair in Ashram. Please convey my gratitude to Master, to you, and to all the brotherhood and the sisterhood of the association. Belina was evidently emailing her columns to Manila every night.I will send you copies of a column. Belin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lumnists in the Philippines. That's why I invited her and her husband to go to Taipei. Because it's a pity for the world not to know about the goodness of the master's heart and the mind. Regards, Brother Morato. 第三个。好，第三个就是 Senator Alvarez called me up to tell me if he can ask you a favor to please send the Chinese jacket he left in his room in Miaoli. Oh. He really likes it. He forgot it? And would like to keep it. He said even if sent by ordinary parcel or if anybody is coming back to Manila. Oh, yeah.Lester Ramos called me this morning, and I told him that he missed a grand affair. He is very sorry for it, Brother Morato. Very good. Okay. 哦，对，我有回给他，然后他有回一封第四封。Okay. 我有回给他，刚刚在那个表演的时候，我再回一下，就是因为他有说我们同修都很好嘛，那我就说其实我们都是师父教导的，任何的好跟内在都是我们的师父教我们的，这样就是 enlightenment。那他回一封，他是说最后一封，他说 That's right, Master is the moving spirit. Everybody loves her and are inspired by her. Okay, 这是他回的。你们两个新来新去哈。刚才啊。刚才你还没上来以前，我本来想叫你打一个电话问他回去平安了没有，等等。结果大概那个时候他送东西了，他送信了。对，那你说师傅问安哈？好。有一天呢，关心你们回去情况有没有 smooth， 不过有收到你们信的就 OK 了。好。谢谢他们光临，真的。因为
你跟他说今天我们有节目啊，然后我坐在那边哈，我觉得他们不在就不一样，哎，真的，如果他们在就更好，分享嘛，是好的节目，今天又更好节目，他们不在太可惜，是，我刚好觉得这样子，我在那边坐那边想一想，没有他们就不一样，这样子，就给大家了哈。No, it's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 Today, they celebrate Jinhai Day with a lot of beautiful program. But, you know, like I sit there and I feel without them, it's not the same. Feel a little like, not empty, but missing something, huh? So, if they were there and we share, you know, it would be even nicer, yeah. Especially today, we have cake.Magic show, yeah? Yeah. A kind of new thing. Beautiful. 但是我有觉得感觉没有他们不一样，因为前次有他们还有贵宾怎么的，他们分享我们节目觉得更好呢。是是。那任何都一样，好东西如果不分享就不好了。大家还要蛋糕吗？不要客气哈，要就来哈。多给他一点嘛，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盘子，那个不是那个，他要蛋糕，你要蛋糕，我是饼干。蛋糕。蛋糕，就到我来的。他妈生的小孩，他最了解。蛋糕。没有。在想哈，如果大家能够。常常是天天来打桌这样那么多人的话，我一定会有效果。是，对，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共修吧。是是，可以用。来这边的话，根本花不多，花多少钱呢？啊，比方说，即使买菜啦，一天几块呀、啊，没有多少。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太多花样了，饼干、糖果一大堆什么的，就过平常的话，大概那个没有多少钱呢，啊。你现在有多少在银行就已经够了，是，然后衣服也不用换来换去，不上班就不用那么多花样，每天那种啊牛仔裤就够了啊，哎，现在是联络人他们讨论的，就想说那个上次师傅去送贵宾走回来的时候，师傅有说，哎，那我们可以住这边做停车场，那附近那里，哎，那边做停车场。当然，我们现在那个是当那个打坐地方。打坐地方。我们多围起来一点，这样温暖。是。多围起来比较无风无雨的。现在围不多嘛，如果是民宿的话，多围起来。是。然后就可以在里面打坐了。空间要的话就开一点点，不要就关起来。有那种窗户那些啦，在上面的不要开，从地下开。上面窗户啊，两三边，嗯，就继续做。什么时候烂了再买别的，这样子啊，不要永久的家该什么？是的，是的，是的。玻璃龙可以铺在地下就，比方是这样，嗯，这样。OK， 能住哪里就住哪里 ，OK。然后我们大便就留这样，就不用动了吧？啊，没事盖呀。既然它已经好了，就继续。那一天，那个宗教局长跟民政局长来，他们自己主动说：“哎呀，你们这个弄得那么好了，不用拆啦。”真的、啊，要这样。他自己说的。太好了。对 ，OK。我是听那个朱师兄讲的，联络。这样有吗？他说他要送他走的时候，他们自己这样讲的，说哎呀，你们的不要拆了，不要拆了，可惜可惜呀、啊，什么这样。是啊，弄这么漂亮，拆也是可惜。是是。反正那边也没人做什么，也没伤害人，弄这么漂亮。是是。我把那个村的那个有家属弄出来哈。是。对了，我们一天过一天嘛，好不好？啊。反正四年以内，大家可以多来共修了。是是。比较好一点了哈。然后那个帐篷啊。我有没有说过你们可以用那个 table tape 在那个缝那个地方？有啊，那这样子就有鱼漏不进去。不然的话，多弄一个一块帐篷在外面嘛。是那个外帐，小外帐，多弄那个全部没有缝那个地方。是是。那个全部根本没有缝的，就是像一块四四方方拉四方这样子。
辣上面起来，它就是鱼保护进去那个里面帐篷里面。看一下那一个门，看一下，外面有已经窗户已经开好，开一下，窗户能不能多开一点？对，拉一下，到底九米来 ，OK 了，来，完了，行了。这个样子也可以煮东西吃了，可以啊。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挂？好像有那个挂的东西。挂煮一下。煮一挂那个 soup 吧，大家可以吃了。事实上我们生活简单的也可以啊。事实上我们就太复杂了一点。我没那么复杂了，我一个人住，我就能天天煮那个罗汉菜了。有很舒服的嘛，一挂这样，大家拿出来吃，也是过日子，很不错。不过台湾人爱吃，爱吃很多样东西，好，没关系，可以吃，反正吃东西很便宜啊。我们用那个炭烤，不能用木头就没事了。比如说这样，每天呢、啊，每一队十个人一起煮啊，用那个炉啊煮在上面呢、啊，啊，然后十个人吃，啊。地瓜汤怎么了嘛？面汤怎么？哎呀，罗汉菜怎么？然后旁边就有水果啊，冰淇淋怎么？呀，我是摩羯，什么都吃的，一点饼干、水果，嗯，这样也是蛮不错的。不然我们煮在森林大殿，一人一炉 ，OK， 那个就可以烤火了哈。不要每次都那种烤 barbecue 了。我们放锅子上面煮了，一边保温一边坐在一起嘛，团结这样好好玩啊。那个森林是比较要被隔开一点，因为太多层了，不然我们都一直围进来哈。像如果空空的哈，中间烤火哈，四周围大家坐围，然后唱歌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好玩，每天这样子，然后就吃完了就去打坐了，呀，没什么多碗筷可以洗了，用这些了。嗯，好，以后我们把丢进去烧就没事了，热色也很小，嗯，有煮一些了，有洗一些了，不过不那么多，洗那个锅子啊，碗筷那些，然后我们用这些最简单的，然后就丢进去烧了，嗯，然后那个炭你可以用起来种菜什么的啦，嗯，种菜，我们地后山还有一些嘛。四周围都可以种菜啊，可以种吗？还是没地方了？啊，帐篷前面呢？不是，山洞前面都没地了，你都用铺水泥哈、啊？没有哈、啊，有一些地方空的吗？我记得以前呢，从这边到后山有一块地嘛，空空平平的，那个草原，啊，大榕树下，那可以做什么？那个水源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水井，我们挖水井的地方。那边有种一些果树，有老种菜啊，有种一些，种一些果树和一些菜。现在有种吗？不晓得有没有活下来。边边还有一些果树，可是不敢再种多。嗯，因为水源对。没关系的，不怎么需要。事实上我们要种还可以，种那个地瓜叶就可以了，它自己长得很大，随便都可以讲啊。很多那种地方我们现在种草为了围那个保卫那个土嘛，你可以种地瓜叶，它也保护土啊，然后也可以吃了、啊、听说那个很补啊。哎呀，有一些人他住在山上，没有人供养，怎么打坐了？他种地瓜在四周围，每天这样吃，啊，有点饭，饭很简单嘛，买一大包饭给他慢慢吃，跟那还有一大包一大锅，啊，酱油什么的哈、啊，芝麻粉什么的，这样也过日呢。啊，生活自在是最宝贵的，不是说要喝要吃，不是要赚什么。自在是最宝贵，最自由的那个精神是最宝贵的。嗯，这样也比较好，大家来多打出一点时间，很快乐。不然，如果世界末的话，那你们也没地方回去上班了。赚钱放那边也有用，没有用，
怕什么那么多多赚钱啊？是。赚钱然后如果没有地方呢，没家呢，啊，何必呢？没有这样想呢，啊。认为能活今天就好今天了，不是这样的。既然世界也好多了，不过没有那么好了，不够好了。因为他们人还是很阴啊，我就很想三天天这样几千人在那边打坐，我真的很想这样是最好的，这边是最理想的哈，可以中间嘛，大家可以来。如果在南部的话，它对北部太远，在台北的话对南部太远。中间啊，风调雨顺，是吗？啊，要不去看海也是很近的，就是这样的。OK， 嗯，我们住那边，能多少就多少，多久就多久，慢慢的再说啊。OK， 大家都有寺庙，我们没有才好，拿钱帮助别人，那自己没价。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早就有大寺庙了，啊，没关系嘛，简单嘛，好不好？有帐篷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盖什么东西呢？因为租盖又不够哎，租我们会好像比较不安心啊，不安定哎，我觉得说，假如有个安定的地方哈，那这样子大家真的世界没有什么安定的地方。啊，如果你有这个，明天又不够呢，懂不懂？盖不完呐、啊，你盖特别是说有限呐、啊，啊，有限。也许我们如果这边不能住，我们住别的地方嘛，也许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住这边习惯了，也不过没什么。哎呀，看世界慢来嘛，每一年不一样，每天不一样。但是啊，原来这是你主动的哈。那盖寺没有当方丈哈，你们台南那边不是有地方吗？它都是农地，它那个都不能不敢建，都是要建。那来意呢也不能哈，都是不行，那农地都不行。那好像只有台北那个。我车站前那小小那个是建地，其他的哎，不过平常你们就近几天才来一次而已、啊、来几个小时然后跑了，盖也是这样，不盖也是这样啊。嗯，假如可以有很大片可以盖的话，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盖休闲村就可以。都住在外面这个地方，我懂。嘿嘿，我们再找嘛，好，能找就找吧。OK， 是再找。谢谢你们找。呀，不然去印度啊，印度地很大，便宜啊。印度那边又能住很久，那边你又开什么都很好的，人家不会讲话。哎，如果这样行了嘛，没什么嘛。是。那个帐篷弄好一点就暖了嘛，要盖好是叫围包好一点。是。可以弄那种永久的帐篷，也是蛮漂亮，跟奥林匹克那种哈。哦，哪一块？那住那个地方啊。现在这里。哎呀，那个大殿那里，我们就可以弄那种很稳固的帐篷，蛮温暖的。是。要多大就多大，多高就多高，是很漂亮。现在人家有发明到一样东西，他把整个村包起来的，所以冬天了人家在里面不冷。啊，对呀、啊，现在有一个建筑师，他已经开始把整个村盖起来了，冬天在里面。哇，很大。哎呀，很大很大，这世界最大的，听说了。英国的杂志有写到吗？啊，如果有杂志的话，再看起来了。啊，在我们甲次有些啊，有，本来就是那个啦。对，我们认真修行的人，说命比较不高兴。那不然你要房子的话，很简单嘛，有一个办法，根本你不用动脑筋，不用花什么钱，你保二十没有太贵。
这个阳区那里做方丈。对了，我想干很多大事，那样到处都有呢。你去学那个，那个搭进去就好了嘛。那何必烦恼呢？而且盖好大。对呀、啊。盖那么大，你要多大都有。你学哪个最大你进去的嘛？谁能挡你呢？啊？我问的决定有用的了。你就15届。人家盖好了给你呢。在这边只要你剃头光光就可以进去，几年有当方丈没问题。也许说不定马上可以当了。啊？我们就派几个进去当徒弟支持他。University 颁奖给他了，徒弟颁奖给师父，世界和平快乐很少，很多了，人家已经盖好了。哦，你们那组什么就做什么，不用我，叫我盖房子那些我就弄弄了，不然不喜欢就在家里修行算了吧，没事了，家里有房子了，啊。还要跑这边，还要一个房子更大的 ，My God， 何放修行的人啊，啊，从哪里来的？那不行啊，你们要大，我要少就不行，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爱住我山洞了，我觉得那边很舒服，我不喜欢什么大房子，一个当办公室而已。以前为什么有那种万佛城呢？他们盖那种小小的像草庵给大家在里面一人一人休息的，可我们现在山东城，你以后就变成万山城，啊，万洞城，啊，是万洞，对呀、啊，我很喜欢这边的、啊，山东盖那么漂亮，那记得我最想念的山东，不行。我执着我这个山洞，大家的山洞我都执着了。本来不怎么想回来，告诉你们坦白了，不回来就不想走。我这么这种人呢、啊，去哪里就赖在那边。我这边最喜欢就是那些山洞，我没有什么喜欢这个那个吧。谁都可以。嗯、啊，能盖什么一个房子给几万人住？不然你看哪一个运动场他不再用，我们就可以租下来，就是买下来。啊，那个多大呢？跟下面一样，大殿那么大吗？不是小？比大殿大。啊，多少个大殿这样？大概三四个，三四个大殿，总共面积啊，包括那个，它有一些房子就盖。对，我们已经有房子。对。多少人能住房子？啊，就行了，那不错了，剩下就万族可以去住帐篷。打图吗？对，又去住帐篷。树的人已经很难过了，也在住房子。是啊。赢的人就去受苦一点，对呀、啊，输的人难过嘛，要安慰他。我们这边是这样，不是赢的人就拿好东西。输就是赢。啊？赢就是输，输就是赢。是啊，啊，射不以功嘛。你懂了，衣钵拿给他。马上剃头，拜访长，一个徒弟，拜一个新的方法，还要怎么查吗？对，啊，要准备在这边煮呢，你在这边煮茶呢，你要去哪里？煮很快呀、啊，要吗？还有茶吗？那边有正的茶呢，茶叶。我叫人买这个给我们省电嘛。另外那个是整天热放着，我一个人用不完。这个什么时候用就一点点就好了。一加热就。哎，一点点快就好了。要多就多，少就少。
冬天喝那个开水帮忙喝。谁要茶的话，自己讲起来，然后有谁需要开水？还可以弄，要吗？要茶吗？多加，要的话多加。那边没有茶，就开水而已，啊，热水而已啦。小心哦，小心说话。哎呀，你们哪会打坐不扣啊？啊，一天到晚可以赚钱。然后要大寺庙，要福报，要上天堂，什么都要，太玩笑了，啊！先来打坐那个帐篷，看看你值不值得，然后上帝再说了。来、啊，是不是很辛苦啊？啊，打坐下面很辛苦哈、啊，太冷哈、啊。现在就那个帐篷下不会，大帐篷下比较温暖多了。他不喜欢呢。羊不喜欢，帮助不喜欢。不喜欢，喜欢就是要想要有个安定的地方。哎呀，不安定，世界不安定，你安什么定啊？你看多少？啊、那你他们在那里多少钱，你知道吗？等等哈。是。你稳什么定啊你？啊。我们有一件块苗栗已经很好了。容易们发达一点出来，最少可以有电费了。以前那些电也没有，你们那个时候在哪里？嗯，这边电没有，水没有呢。你有师傅一个人在那边奋斗哎，现在已经好多了，水塔这么大，那电就亮了，好几个房子晚上好漂亮啊，什么都可以，以前都不敢啊，没有电。刚买的时候草都比人还多。对呀、啊。以前我开这个灯，那个灯就关了。吃饭要赶快，就看到风来了就，不然就不杀。是啊。嫌电不够嘛？比起来，现在真的是天堂了，就是想好幸福，好享受了。要那个要插电话的话，也把灯就关掉。想抱怨，是想更好的。No， 从来不会谁更好的，每一次都有人比你更好，那可能很幸福。我就想到那些难民了，我就觉得我们这边非常有福报了。是。因为他们呢、啊、要走十几公里才有一杯水可以喝的。而且水得泥泥巴巴的，再注意一下。不，节日来的时候，没办法，还是大帐篷跟我们一模一样，才能够给人家容纳。那捆巴，泥泥的时候，捆巴。捆巴没有帐篷了，还有小小，每一个小小帐篷了，每个帐篷小小，几百人他们扛这个样子，密密结结的，真的是这样。咱们都去找。找瑜伽谈啊，拜拜啊，那福报什么的。所以他们那干嘛去干嘛？不过他们的帐篷还是露头露尾的，几百人就挤在一起在里面。那个手露出啊，那个脚露出来，头在外面。太多人了，你睡不下去。他们睡得好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睡。我来那边的时候，真的整个晚上我翻来翻去，我走。我到处都走，我没办法安顿下来睡觉了，睡不着，那种气氛呢，我不晓得，没办法睡。我跟你讲过了哈，那个就没有太理想了，太理想了，没有到阳光上，该好了啊，所以你这个希望很高。还先剃头啊？那几块头发算什么嘛？是吧？是。一两只就不见了，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寿命。如果你有那个大房子安顿下来了以后，搞不定他们全部跑到你那边去，放我一个人在这里，这样根本不用盖的。嗯，那有一个人他很富有嘛，跟那个贫穷的人问说：“你为什么不尊重崇拜我呢？”
那个贫穷的人就说，我为什么要尊重崇拜你呢？说因为我很富有啊。然后那个贫穷的人说，你富有是你家的事，根本跟我无关，我何必崇拜你啊。然后他说，那不过如果我把那个一半我的财产给你呢，你会不会崇拜我了？他说那这样子我们两个平等过，何必崇拜你。然后那个富有人就说，那假如说我把我全部财产给你，那当然你会崇拜我吧。他说那个时候我比你富有，我何必崇拜你。是开悟。很开悟啊。是啊是啊，像一个人嘛，他还躺在那个吊床上哈，在两个椰子嘛两边挂一个吊床，躺在那里。那有那个 tourist 呢，观光客经过来，看到他穿的破破烂烂的，他的帐篷也是不是很新的，看他在那边呢晒太阳的，然后也算没有钱的嘛，那个 tourist 蛮有钱的，他来说啊，你这么没有很富有，为什么你不卖掉你那块地啊？然后就去经营啊，然后有更大的财产了、啊，然后你就更好了。他说会好到哪里呢？他说你看像我这个样子吧，我现在可以来这边呢、啊，那度假呢，晒太阳呢、啊，然后也可以坐在椰子下喝椰子水啊，然后可以游泳在海边这里啊。因为我很有钱啊，但是我现在也做跟你一模一样。何必呢？是吗？阿阳，稳定下来你就可以做了一半平方而已了，稳定不下来你可以现在做就好了。如果有地人还要盖房子，盖房子要几年，那个就很多东西了，还有很多人为了房子而来，你不知道了。 OK， 我们现在可以打坐了，何必还稳定什么？你能不能把蜗牛划到两年了 啊， 啊，理论就这样哈，我们坐下去再说嘛。我们每次都认为有这个有那个，我们刚好不一定要有这个要反那个，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我有很多体验，生活体验了。啊，你们平常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吗？啊，一个小时做一做吃一个菜，然后就回去了，还要我在房子开什么给你们啊？啊？那些如果有很多人天天来打坐，那个就我们在想了，是吗？在想而已啊。哎呀，印度的人更辛苦了，连那帐篷的。那是办法会的时候才搭，平常没有，他就是办活动才搭一下。平常那么辛苦。在家里打坐，因为有房子不够，不够了，永久不会够的。整个国家就是你怎么能够的、就是这样子，不管盖多少层，盖也不会够，盖永久一直盖一直盖，不晓得什么时候死掉。先用时间打坐就比较快了。这边有政府已经安排了，让我们打坐，自己已经很不错了。盖房子还要花钱，不是说买地而已，那会是借下去呢？人家借银行没关系，我不敢了，我不喜欢那种方式。有什么用什么就好了，我们生活已经太好了，我告诉你。啊，目前和平了，何必？啊，如果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说嘛。我们一步一步这样看，不需要就不用想，那像杞人忧天干嘛？是，不一定拿得到，地主还要叫他站前面站后面，是，哈哈哈哈哈。
最后什么庙了？然后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哈，阳台哦。庙了。你看那个抚慰女士哈，有没有？你有没有知道她？有没有去过看到她？抚慰女士。抚慰女士，她在苗栗这里方便，她也是在苗栗。啊？不知道那个人又喝不吃那个。九华山那个。啊，九华山那个。有吗？没有去看他，有听过他。OK， 他根本没有什么寺庙了，他是有一个房子了。OK， 那大概20个女和尚在一起的，不晓得他们晚上睡哪里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也过日子。然后他们盖一个仓库，仓库像那种圆进去下来，像屋顶那种嘛，然后像一个摊位一样的，就这样一个仓库，不晓得放什么了。那个时候我来，他们刚盖而已，在泥库下面弄水泥盖，那种也是很简单的，不用盖什么，它就是这样子嘛，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这样子走过去啊，两边都有空洞。啊，像个坑哦。哎，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房子，没有寺庙，一个寺庙也是差不多这样大，不是跟我们那个茅亭一样这样，比较小，那边呢有一个小厨房啊。他又不吃不喝嘛，不太徒弟啊，他煮，每次煮面汤给大家用，他们真的很简单。有一个像水桶一样，那不过是铁弄的嘛，然后他们把那个面汤端在那里，大家谁饿就来吃这样的。每星期天有客人，他们就端，每次端出来一桶面汤这样。面汤他们就用那种简单的菜啊，买回去再拆回来的。然后他们徒弟大概吃也是吃那些饺子，然后这样过日呢，他们大概晚上挤在一起，在大殿那边打坐什么，就是在那个村庄那边坐久了，村庄跟我们帐篷差不多了，不过是比较稳定的。我也有稳定盖几个那个叫什么山洞，啊。没有一个房子比那个稳定的了，像他要当和尚，那些也不用了哈，知道了，那就跟别人无关，有关系。比方说这样哈，都看大家的那个福报嘛，不是说看自己一个人的。我不管了，我已经有一个山洞了，我很稳定了。做饼干糖果哎，看到了啊！等一下给带回去哈，啊，这些都昨天没看到吗？是，有一些有看到哈。对。没看到举手。哇，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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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所以才多延那天给你们了啊，本来昨天就够了。对了，你看我意见不错嘛，就是这样，这样把那个棚盖起来就可以多一些人了哈。哎，不好意思了哈，没有大寺庙给你们做，为什么不去那个大寺庙呢？师傅这边比较好，安全呢？啊？师傅这边比较好，这边温暖。师傅这边比较好，可以了。这样 ，OK OK。好的，谢谢哈，嗯，谢谢来光临，这边是宝物亭呢，嗯，很多宝物哈，这些就是我们去帮助人家了啊，这些真的是宝物了哈，宝物是什么？我们有帮助别人嘛哈，哎呀，当纪念了哈，那这才是宝物哈，啊，不是我装这些的，不是，哈哈这些装好玩了哈。这是石头跟那个金矿而已嘛，啊，是不是？这样好玩啊 ？OK， 嗯，外面有没有淋雨呀？一点啊，有一些可以进来这边坐吧，啊，哎，进来，
哎，然后外面人可以进去，哎，对不起了，没有那么好地方给你们住。OK， 我们既然没有好地方住，不过谢谢大家来哈，嗯。你们看电视了，很多人灾难啊，到处都有，连鞋子也拿不出来的，懂不懂？跑的时候啊，那个要逃难的时候啊，水灾啊，什么火灾的，什么地震灾的等等哈，逃的时候连鞋子也拿不到的了，听到了，看到哈，啊，所以不要抱怨心里哈，你说师父为什么不盖寺庙啊？啊真没有啊？为了那个上镜头了，不然我游行啊什么在家里都不爱转了，转了跟好像转那个什么面具一样啊，没关系啦，跟小孩玩一玩嘛哈，嗯，跟你们玩一玩了啊，以后你们长大了或是上五阶了就不用了啊，那边什么都不用了哈，不过瞧我们世界现在这个样子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大家继续努力哈，啊，边帮助别人边修行 ，OK， 修行很重要哈，哎，因为如果不修的话，连自己也不能救，何况救谁呢？听懂吗？哎 ，OK。好了，我看你们是有进步了啊，是逛的比较广一点了。以前的那个逛啊，跟身体是同一体的，意思说看不见的啊。现在他就比较那个逛的比较自在一点，那吐出来一点点看看，吐出来一点看世界了，所以我也可以看到一点点，有一些多了，有一些小了，哈，没关系啊，我后面看不到哈，那师傅站起来算了啊，看到哈 ，OK， 耶、yeah.。那个，你们最近在家里做些什么？啊？啊？做些什么？啊？晒太阳。晒太阳哈。啊，对呀，还有驾驶线什么一大堆的哈。哎呀，那你们何必需要我啦啊？要有驾驶线，有太阳，就根本不需要师傅了。为什么还要呢？啊？为什么还要师傅干嘛呢？啊？情人？哇，我这么多爱人管不了。啊，难怪以前那个皇帝那些哈。他们有很多那个宫妃美女的哈，所以难怪皇宫那么大哈，啊，又漂亮给媒人住嘛哈。OK， 那些太监的不晓得是不是也有美宫的住啊？啊，没有哈，还是都一样漂亮的哈。OK， 本来皇帝就是那些比较有修行的人嘛，是吗？啊。后来就谁都可以当皇帝了啊，不能当就强了啊。然后现在，所以那个，因为皇帝以前是大概有修行的嘛哈，然后人家选出来的了啊。比方说我们集中这边有一个修行的很好嘛，是不是啊？然后都帮助很多人，那个智慧很高了，然后大家都因为住在一起嘛，以前呢那个。人数没那么多了啊，所以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就选一个出来当领导人嘛，也不是领导什么，就是大家尊重嘛啊，尊重一位那个名师，然后全他就来当王啊。那当王呢，当然大家都天天要黏在一起啊，因为
因为是师傅嘛，名师嘛，然后年年在一起，然后他越盖越大了，懂不懂啊？今天盖那个，明天盖那个，那面都到处都是帐篷了，像那个样子。然后大家都一起来盖房子啊，了解吗？哎，然后给那个，因为喜欢来年嘛，就不想走别的地方啊，然后都一直年年在旁边哦，变成皇宫这样子，懂吗？啊，本来是这样子的啦，啊，然后就合起来啊，一个人做一样工作嘛，啊，看他那个专业是什么嘛，哈，啊，看他，然后大家就一起合起来，变成那个一村，然后一个省，哎，等哈，然后一个首都，啊，越来越多人，然后。后来的人就住外面一点啊，那个旧的人呢、啊、的话，就是那个住在跟国王在一起嘛，哈、啊，比较靠近的啊。那新来的人的话，越来没地方了，就住外面一点，然后越来越广，就变成一个国家了。OK， 嗯，因为即使皇帝也不能一天到晚盖房子啊，是吗？皇宫多大也不行啊，是吗？哎，就是只好只给那些那个旧的那个土地了啊，已经熟了，已经有事情做了，帮助皇帝了啊，治国平天下了，所以才有一些房子给他们住啊，因为需要嘛啊，需要嘛。比方说今天呢啊，送那个什么新闻呐、啊，明天就弄 Supreme Master TV 呀、啊，啊，后天 Love in Her 呢。然后大后天就loving who， 比方说这样哈啊，然后大后天就打错啊，那个 b 官啊官 b 啊打错，所以大家都国王就需要一些了啊，那就名次国王就对了啊。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些国王很好的，我们叫他民主嘛，哈啊，民主是明君明王是吗？哎，就尊重他的意思，意思说他真有智慧，很开明啊，很明啊，啊，明白啊啊。那后来有一些就看当王太好了嘛，像那种明王哈、明君哈，大家好喜爱嘛啊，又讲一句就大家都听了。懂了，不用军队什么，也不用杀令什么哈，大家非常拥护。所以有一些没修行嘛，或是从国外来，或是偏僻的地方，没有知道他为什么治国这么好，然后就抢了啊，认为有那个位置哈，然后有那个盖章，以前啊有一个盖章就 OK 了嘛啊，然后认为有那个就是他可以当王，得到尊重了啊。后来就因为明君他不会。在那边跟人家计较嘛，不会再抢了，所以他也让了，算了算了，不想那个打仗，为了姓林涂炭啊，他就跑了啊，逃难了。逃难以后，那个抢到王位的人认为啊，坐在那边就 OK 了啊，大家都会听了。不过不是这样啊，大家不听了啊，然后要才要警察了啊，才要那个内奸外奸了啊，才要军队了，越来越。也夸大那种暴力的方式，因为要控制人，要逼人听话啊。从那个时候，世界才有军队啊，才有公安、警察等等。好、哦，知道了哈、哦，哎，就是这样嘛啊，不然的话，根本我们世界也不需要谁控制谁啊。那个冥王他根本也不是想当王了，就是大家。信任他，让他向来照顾百姓的话，他就 OK 嘛啊，该照顾就照顾，当然是他徒弟啊，或是谁喜欢修行，当然他照顾啊。不过像那种国家，大家都修行的话，根本不需要很多那个行政的事情啊，是不是？没有大宽吃了，没有任何那个法庭什么都根本不需要的，是吗？哎，警察也不用啊 ，OK。那么像这种国家哈，那有修行的国家，那种皇国的话，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行政哈，也不需要什么
那个军队啊，啊，也许是需要一些联络人员啦，是不是啊？然后就变成县长啊，什么那个啊，什么队长啊，什么村长啊，就因为一对一对这样联络方便而已，了解吗？啊，所以原来啊，政府啊就是这样啦，啊，从那样子来，你们能不能看到了？能不能看到那个情况？哎呀，就像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哈。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那个军队，也没什么组织行政，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有联络人员了啊。然后联络人员私底下还有几个，为了联络比较快嘛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系统的话，你们没有那么快来了啊。昨天晚上才通知嘛，是不是啊？哎，11点了，三更半夜的啊。那个前天3-4点早上的啊。既然这样子还来不及，有一些没有看到，所以我知道了，我知道，所以我说好了好了，再让他们再来一次啊。啊，其实那个天气比较不很那个愉快了，不过我们台湾已经很好了，有一些地方下水到这里呢，知道了，看电视都有啊 ，OK。我来那边的话，你们找不到了，被水盖住了。然后你们来那边也看不到人了啊，大家都一时抢着盖起来了啊啊，那根本也不用，那个地方根本也不用帐篷什么哈啊，那个水盖就很温暖了嘛。OK， 那我们已经很好了啊，啊，台湾的人真的已经很有福报了。OK， 啊。像那个，其实坐在棚下面也是不那么冷嘛，是不是？啊，坐在一起很温暖嘛，哈啊。除了那些坐在外围，牺牲嘛，哈，保护那些里面的，冷不冷啊 ？Yes or no？No，OK，算你们好勇敢哦，啊，要颁那个英雄奖给他们。对了，本来那个冬天我们这边也不这么冷嘛，就是因为这几天下雨才那个温度降低一点啊，不过已经很好了嘛，是不是啊？穿一些温暖的衣服就 OK 了哈 啊那个很多人都没有衣服穿呢，我每天有时候不敢看电视，看又会掉眼泪啊，会苦不可堪呢，因为不能全部都帮助，懂吗？我们物质的力量不是无限的啊，人手也不是无限的，懂不懂？我们要去哪里？有时候要当好人也不好当，哎，是吗？哎呀，要帮助他们，有时候还被怀疑，还被哈问东问西，还被有时候还被关起来呢。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啊，啊，是情况是这样啊，啊，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些地方根本不能去的，哎，那个国际的团体或是。国际世界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团体，或是已经啊很古老的团体，他们比较有力量，他们比较去哪里都比较简单啊。我们去哪里都要申请啊，有时候要帮助也不行的啊。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难民啊、人民啊，那个受苦受难啊，哦，下雪了没有衣服穿啊，在那边冷了，小孩什么哇，心的很脆弱。真的世界好苦哈啊！即使是我们可以说以佛教说是业障的话，我们还是会很同情他们，也很可怜他们，是吗？啊，所以能尽量帮忙什么就帮忙什么。所以你们没有大寺庙、没有舒服地方坐的话，不要怪我啊！不会。啊，要不要宁可盖寺庙，让人家冷死饿死算了？No 哈 ，Yes or no？No， 对了啊，我们宁可自己受苦一点，不过没有什么苦了，偶尔来一次嘛，哈啊，下雨就不用来了哈。啊，那除了今天了，也就是说，不过我们也不能靠那个天气广播人员了啊。气象报告哈，他们说今天太阳会出太阳哈，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去就全部都湿了，全部都湿了。有时候有一些地方他们说今天是有一点那个云而已啦，啊，结果在那边那个要管那个下雪啊，要把它弄走啊，掺水哈，掺得要命了。所以天气那个广播电台也不是说每次很可靠的哈，嗯，然后如果来的话，如果下雨就回家嘛哈，改天再来啊，没关系，以后是这样，不然的话带雨衣啊，讲过了，我是设计那种帐篷的那个，有没有？啊，哎，帐篷雨衣那个什么都有啊，我讲过了，可以放那个。餐厅这里面碗啊筷啊，那这里面也可以煮东西的，麻辣就来这里面啊，煮在这里小小钢杯的哈，面条什么的。所以如果你们来这边淋雨的话，就不是我的错哈，啊，讲过了，怎么应该要准备吗？有没有啊？嗯。帐篷、篷帐什么都有了，自己不带来啊？啊，有吗？有。那些什么帐篷也有，就当雨衣一样啊，跟那个poncho很宽那个嘛，那是就是啊，我们设计类似的嘛，有没有啊？就可以保护自己呢，是吗？嗯。然后，不过即使没有的话，我回家换一换衣服就好了，不然多带一套简单的衣服哈，万一。那个被下淋雨的就马上就上车以前就换一换就干了嘛 ,OK, 不是赶快去换啊，懂吗 ?OK, 哎，都有办法了啊，因为我们不是贫穷不是流浪汉的人，所以都有准备了 ,OK, 即使同秀在私底下如果有人真的贫穷的话，你们也互相帮助知道了哈，哎，如果帮不上的话就跟师傅讲哈，跟苗丽讲，讲过了哈，再讲一次哈，嗯，给他们那个好过生活啊。即使我们怎么苦在这里哈，没有寺庙没地方的话，也是比很多人好了，懂吗？十亿的人饿死的，现在的也没水喝呢。我们在家里，如果台湾比较缺水的话。那你们先想办法，比方说下雨天啊，弄那种捡水的地方，买很大的那个那些塑胶桶或是铁桶，放在那个那边啊，水下来就可以用做很多东西，很多地方都可以用雨水的啊，不用在那边那个等啊没有水的在外面喊干了啊。要保护水 ，OK？ 夏天特别，台湾有时候水比较缺了，是吗？啊，那你们先弄好啊，如果私底下有地方，就给水在下面流下去；如果没有，就买很多桶啊 ，OK？ 一个一个这样子准水啊，然后缺的时候，或是平常可以用啊，懂吗？啊，夏天多准 ，OK？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过了啊。嗯，然后洗澡洗衣服什么的需要才弄，不需要不要每天洗，这样子那个水也不会缺少啊。我们那个即使缺水，我们也可以买那种桶子可以放，有很多地方根本没钱买啊，了解吗？那些难民啊或是比较贫穷的国家，他们没有多少，一有水灾一有那个旱灾，他们根本就差不多等死就对了，没有那个办法可以那个活下去了，要买那个桶哪里有钱啊，懂不懂？他们每天连那个饭菜也不知道明天吃什么的了，吃一天然后明天不晓得怎么吃的，或是吃一餐不晓得下一餐怎么吃，那个我们听说人不用那个食物啊，不用水也可以活了。不过多少人能这样做嘛？啊，你们能做吗？Yes or no？No， 也不想做哈。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所以才叫你们观音法门啊。观音法门的话，啊，什么都可以消化的。OK， 主要就不要伤害到别人。OK， 不要伤害众生。OK， 其实菜呀、啊。
也要减少吃的，吃多一点果类的，不要伤害那个树木。果类是很多东西可以吃嘛，那个豆类啊都是果的哈，那水果当然也是果了，不过豆类也是果，哎，那我们吃那些果的话，那棵树还可以继续活的哈。当然我们也宁可那苹果什么也不要拿了哈。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 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 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saves 70% of a total cost of $40 trillion for reducing global warming, uses 4.5 times less land to grow food,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 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consumes one-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astertv.com/save-our-planet. I 拿的时候就谢谢他嘛 ，OK， 哎，谢谢他，然后那棵树也继续活的嘛，啊，明年还可以再生的。比方说橘子哈，我们如果这年不摘的话，明年它也不生哎，哎，所以有一些水果是真的要摘的，哎呀，嗯，或是它生越来越小了，它不生，因为它看不需要了。哎呀，主要就是我们要谢谢万物啦 ，OK， 要帮忙我们生存呢，因为我们那个习惯了吃东西了，改不了那么快啊啊，不过。有情况的话也可以活下去知道了哈，哎，打坐打坐就 OK 了啊，听懂没有，嗯啊，求那个上天帮忙就 OK 了啊，求天使了啊 OK， 不要什么都求师父，然后我也拼命替你们吃东西很难过。他们天使都有特殊的那个权力跟特殊的那个力量 OK，啊，比方说你要吃东西，你要求那些啊，特别那个服务食物那些那个天使了，他就会帮忙了。比方说这样 ，OK， 哎，很多天使都在你们围绕这旁边呢。啊，比方说师傅有几百个啊。哦，这样子还来不及那个。还来不及那个，帮忙做世界的事情，有时候还会弄错的，那时候那个佛定力量还比较，还是要让啊，因为世界的因果的关系嘛 ，OK， 嗯，师父做什么，我是生什么病，都是世界因果的关系而已。世界越好，我也会好。现在师父越有时间，世界越安稳，越多人修行的话，我会越有多时间。因为刚开始大家都说万事开头难嘛，是不是？哎，哇，业障很多很多很多，他什么人都收嘛，然后都到处都是，世界还很那个还没洗净呢啊。最近当然是灾难很多了啊，越来越多。不过也是为了洗净的关系，我警告你们。多久年以前了，我说会起得很厉害，大家都要互相保护，还有多自己多修行，要保护自己，记得吗？记得。现在都是这样，啊，是因果，这个世界因果跑不掉的，听懂吗？哎，
师父也有尽量帮忙了啊，能帮助什么就帮助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嘛，是吧？啊 ，OK。那你们要尽量节省了哈，比方说吃饭菜的话，就吃足够就好了，也不用太复杂。那像目前哈，他们有时候去看师傅嘛，啊，在我家啦，就看师傅哈，他们觉得啊，看师傅在那边自己那个处理自己的东西啊，衣服自己洗啊，啊，然后饭菜也不是说有人煮带上来啊，没有人呢，没有人伺候啊，在这里也是这样子，我让他们多修行打坐嘛，我没有叫他们煮饭什么给我吃，偶尔煮一煮，大家一起吃了哈，一个面锅什么那种了哈，不然的话，很小很小啊，因为那个水果那些剩菜的水果也可以这样吃嘛。啊，豆腐也可以是生的嘛，不是也不是生，人家已经煮好才变成豆腐啊，哎，然后像白豆腐也是已经煮了，是不是？那干豆腐啊，什么豆腐干、干豆腐什么都有煮，是吗？啊，那这样子就陪那个新鲜的那些豆类啊什么的，青椒，哎呀，不是苹果啊、香蕉啊，都这样子就吃了啊。如果要热一点的话，就吃一点饭嘛，哈，热饭或是热的稀饭，这样就 OK 了，哈。很多东西都煮好了，何必还在那边煮来煮去那么麻烦，是吗？面包陪一陪什么那个，熟热狗，有没有冷狗？真好凶，连吃东西也要吃 dog 啊。dog 也要吃，不能吃的就念那个名字，可怕。哎，出香肠了哈，陪一陪这样子，然后放一些黄瓜什么的哈 ，tomato 就 OK 了嘛啊，哎，这样子也过日了 ，OK， 偶尔太想念的话，那煮一煮嘛哈，不用每天煮，太浪费时间了，了解吗？哎。时间现在很宝贵的，要多修行啊！我们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是吗？哎呀，不是明年呢，是吗？哎，每一秒每一分都要保管，为了修行 ，OK 哈？要保管它，跟宝物一样，了解啊？跟你们那个女孩子喜欢这些一样啊 ？OK， 比这个还要。保重的 ，OK， 还要那个保管的啊，才是行。因为时间我们不多啊，不是说为了世界灾难而已啦，就是我们人生不是很长嘛啊，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太多东西啊，有时候我们系统也是要工作啊，所以就人的命啊，就是为了劳累啊。啊，为了世界污染啊，也是为了污染身体啊，啊，不是吃东西而已啦，就是吸烟喝酒啊。那个雷年以前呢，还没有碰到师父以前呢，比方说这样哈，身体已经脆弱了，整世界就这样子哈。然后即使我们不吸烟，人家吸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懂了哈？哎，然后还有很多毒气啊、毒药什么的，烟酒都是毒的嘛，啊，我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毒自己下去啊，所以人命越来越短了啊，听懂没有啊？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tobacco: 5.4 million smoking-related deaths per year worldwide. Tobacco use kills one person every 6 seconds.Smoking-related costs, $193 billion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Depression, light and mild cigarettes just as harmful, causes cancer and diseases in animal companions, harms lung cell DNA that regulates breathing, speeds the aging process, toxic residues of third-hand smoke, heart disease, coronary thrombosis, cerebral thrombosis, kidney failure, cancer, mouth, liver,breast and colorectal cancer, lung cancer, esophagus cancer, kidney cancer, bladder cance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mphysema, bronchitis, stroke, impotence. Additional harms for exposure to secondhand smoke, 600,000 deaths worldwide each year. Childhood arteriosclerosis, leading to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in adulthood,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More than 80% of the babies who die are exposed to secondhand smoke. Infertility, miscarriages and premature deliveries. Childhood asthma, bronchitis, ear infection. Cleft lip or palate. Hyperactivity and aggression in asthmatic boys. Circulatory problems in women. Lung damage in children leading to adult emphysema. Lung cancer in non-smoking restaurant servers. Hearing loss across all frequencies. Childhood behavioural problems when exposed while in the womb. Plus more.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alcohol. 2.5 million alcohol-related deaths per year worldwide. 1 in 6 deaths on the road in the UK are caused by drunk driving. In Australia alone, 70% of adults are negatively impacted by another's drinking, with 43% affected by physical or verbal abuse. Over 100 British children each week call a hotline to express concern about their parents' alcohol and drug use. Cost of alcohol-related illnesses. $186.4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41 million for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each year in England, UK, with overall health costs in the billions. $210 to $665 billion globally. Disease. Higher amounts of alcohol increase the cancer risk. Even half a glass of wine dai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mouth or throat cancer by 168%. Cancer of the liver, breast, colon, esophagus, rectum. Linked to 20% of breast cancer cases. Liver disea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tal toxicity. Sleep pattern disturbance, including frequent awakening and reduced rest. Brain damage, amnesia and dementia. Brain shrinkage. Organ failure, heart, liver, kidneys, stomach, pancreas, eyes. Birth defects. Children afflicted b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ntal retardation, fetal alcohol syndrome, stunted growth, facial deformity,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miscarriage, alcohol-related violence, child abuse, 50% of cases, violence toward loved ones, 30% of cases, violent acts, 40 to 80% of cases, suicides, 20 to 50% of cases, plus more.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addictive drug abuse. Over 200,000 deaths each year. Costs of $181 billion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33 billion in the UK. Lifetime cost of current drug addiction amounts to $575 billion in the UK. Over 100 British children each week call a hotline to express concern about their parents' drug and alcohol use. Harmful effects. Brain damage with mental and emotional losses, stroke, heart disease and irreversible damage, liver disease, tuberculosis, emphysema, cancer, depression, suicide, permanent memory loss, mental illness, higher infant mortality, increased crime and violence, impotence. Crime and violence. Illegal drugs are a factor in 50% of burgl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ach year. In the US, 60% of people arrested each year have been taking illegal drugs. 650 heroin addicts in the U.S. committed 70,000 crimes in a 3-month period. Social costs. U.S. businesses lose $100 billion per year due to employees' drug and alcohol abuse. Australians pay $53 billion per year for health care, law enforcement, and lost productivity of drug users. Environmental costs. Every gram of cocaine produced destroys 4.4 square meters of rainforest, with 300,000 hectares of rainforest lost each year to cocaine production. Death. 52 people die each day due to drugs in the U.S.
In Canada, substance abuse is attributed to 21% of total deaths and 23% of potential life years lost due to early mortalities. Plus more. Subsidize and convert the drug industry into vegetable organic farming.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很多医院也是受苦而已啦，啊，在那边也是开刀啊，吃药啊，吃多药身体又更没什么好，了解哈？哎呀，所以一直这样，那个循环呐，就不好东西一直循啊，病了就吃药，吃药就跟身体不好，不好又跟病，病就吃药，就是这样啊。然后有多钱的人免费吃，很有福报的啊。多钱的人有时候不懂得用，又变成吸烟、喝酒啊、应酬那些，对身体更不好。又吃多肉、吃多鱼，身体更不好。这个时代啊，医学啊已经很进步了，都知道那些。肉烟酒都不好的，我真的很惊讶，为什么有人还继续这样活下去，还继续那个肉烟酒啊？我真的很惊讶。又不是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呀、啊？啊，哎，为什么还是吃肉嘛？吃肉是鱼都是毒的嘛？啊，大家都知道，还要拼命的吃，奇怪，然后就病，病又去医院，然后全部那个钱都放到那边去了。不是自己本人钱的话，也是国家的钱，大家人民的那个税金的钱，都花在医院那边去了，然后也继续吃，然后又再病，又再花钱。Oh my god！ 有一些为了是这样子，才变成流浪汉的，懂不懂？哎，没工作，生病不能做事，然后就房子也没有了，被银行拿走了。啊，是被人家收了，因为没钱可以还啊，等等，就变流浪汉了。整个生活这样子，整个那个自尊呢就弄丢了，被毁灭了，根本爬不起来。Some of the diseases related to meat consumption and/or production: fatal prion diseases transmissible through air or milk, rabies, anthrax, sleeping sickness, Q fever.Norovirus, swine flu, Ebola Reston virus. Cured meats and fish increase leukemia risk in children. Antibiotic-resistant superbug infections and other dangerous bacteria strains. Blue tongue disease, E. coli, Salmonella. Bird flu, mad cow disease or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90% of the population at risk. Pig's disease or PMWS, Listeriosis, shellfish poisoning, pre-eclampsia,Campylobacter, Clostridium difficile. Diseases hidden in healthy appearing livestock. Food poisoning, heart attack, kidney failure from toxic additives like melamine and clenbuterol. Some of the costs of meat eating. Infertility. Eating just one serving of meat per day increases the risk of women's infertility by 32%, with additional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risk. Heart disease. Over 17 million lives lost globally each year.Cos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at least $1 trillion a year. Cancer. Increased childhood cancers and adult reproductive cancers from hormones in meat. Colon rectal cancer. Over 1 million new colon cancer patients diagnosed each year. More than 600,000 colon cancer-related mortalities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colon cancer treatment costs about $6.5 billion. Millions of people are newly diagnosed with other meat-related cancers every year. Diabetes. 347 million people are affected worldwide. An estimated $174 billion spent each year on treatment in just the United States. Obesity. Worldwide, 1.6 billion adults are overweight, with 400 million more who are obese.
costs $93 billion each year for medical expe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At least 2.6 million people die annually from problems related to being overweight or obese. Environmental. Use up to 70% of clean water. Pollute most of the water bodies. Deforest the lungs of the earth. Uses up to 43% of the world's cereal. Uses up to 85% of the world's soy. Cause world hunger and wars. 80%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ome of the costs of milk consumption. Cowpox from milking cows. Bacterial microbes, pesticides, and enzymes found in cheese derived from the inner stomach linings of other animals. Up to 80% of the calories in cheese are from pure fat. Breast, prostate, and testicular cancer from hormones present in milk. Listeria and Crohn's disease. Hormones and saturated fat lead to osteoporosis, obesity,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Linked to higher incidences of multiple sclerosis. Classified as a major allergen. Lactose intolerance. Plus more.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像记得一个故事，那个美国有一个他很出名的广播人员哈，哎，他的声音很美的，很受爱戴的，很成功的。结果为了那个酒啊，为了那个毒品啊，就变成堕落，变成流浪汉了，哎。后来他真的想活起来了，他才断掉几年了，现在才重新再来的，而且也有人那个发现得到他才能够开始爬起来的，浪费多少年了，听懂不懂？而且身体也不一定跟以前一样这么好的 ，OK， 走那条路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的保存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那个。第一次你们第一天来就是师父教你们受五戒了 ,OK? 因为身体不健康，道德不稳定的话，修行有什么用？浪费掉了 ,OK? 比方说这辈子如果很脏的话，里面很脏哈，没有洗干净的话，你放什么好茶啊好咖啡也是变成毒的。了解哈啊，同样，我们身体是一个寺庙了，不用盖什么寺庙了 ，OK， 很宝贝的寺庙，只有一个，啊，这一辈子如果用得着的话，用得好的话，那一定得到好的果报啊，在眼前呢，不是说等到天堂才能够欣赏了，在眼前已经知道了哈，印信了以后哈。病都很多病都好多了，然后生活也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啊，自己也看得起自己了啊，因为道德高是吗？哎，然后又爱心也发达了，嗯，没有动物，没有毒品，没有烟酒的话，身体又健康，然后精神也是很明确啊，所以不用说等到天堂才知道这条路好走是吗？就应该。走的路哈 ，OK， 然后当然心想越来越多福报了啊，有那个加持力了，有天使帮助了，有时候很明白嘛哈，有一些看得很明白，有一些看不到而已，不过也知道，也感觉到是吗？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一些是看到很多了哈，那个内在的那种体验了 啊，有一些是。看不到的，不过有别的方法可以知道的啊，感觉得到，了解吗？啊，很明白感觉，有一些是又看到又感觉得到，哈哈，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体验了 啊。不过我们都知道很明白，是我们走这条路就非常好的啦。OK， 观音法门是最好的办法，普度众生的啊。有一些人呢，比方说他全部都放下哈，真的是为了九道的，真正的诚信九道的哈，放下全部，放下家庭，放下夫妻儿女，
放下那个，连那个食物饮料也放得下，全部都放下了，全通通都丢了，连衣服也很少穿一两条这样子，比方说这样，连衣服有时候也不穿了。那些当然也可以得到的，我告诉你们坦白 ，OK？ 不过多少人能这样做啊？能吗？你们能不能 ？Yes or no？ OK， 我知道，所以我才召你们观音法门。特别中国人好爱吃啊，叫他不吃的话，哎呀，不可能的了，是吗？叫他不穿衣服，也许可以。叫他不吃不喝，哦 ，no， 拜拜 ，master， 拜拜。叫他做什么都可以的，懂不懂？啊，叫他受什么苦都可以，不吃就不行。我告诉你们哈，坦白哈，我本来哈，如果一个人的话，我吃的很小哈，简单的哈，也不用煮什么的。这里也是这样啊，嗯，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子。有时候简单一两块面包跟一个苹果夹哈，来这里哈，哦，哎，好久没喝茶呢，不想喝的。来这里哦，茶也很想念，面条也要吃。特别你们来这几天哦，真的不敢换啊。哇，怎么气氛这么厉害？连师傅也会受到影响、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哈，不要在那边求我当。要当英雄什么，然后我不吃不喝啊，我有师父啊，师父怎么办呢？他替你拼命的吃啊，啊，但是人这么小，能吃多少？每个人都不想吃，当想当英雄，想当当什么 best friend 什么那个啊啊，然后都求师父帮忙，哪有师父帮这些忙干嘛？你爱吃你就吃，你不爱吃你就断啊。不要再求我那些东西，听懂没有？啊！我传法给你们的时候，我有没有答应给你们断食，然后我替你们吃啊？有没有？啊！我就答应解脱啊，意识解脱，到第五阶这个时代也可以的。真的有人已经到五阶了，嗯、啊。不过不要乱猜啊，因为猜不对了啦，不一定不对了。OK 。我们这边也有了，讲过了嘛哈，有上五阶了，闻的了，不是说上来下去那种啊。因为如果再讲出来，你们会宠坏人家，然后人家都拉下来了，这不行。现在都不讲了，不讲。OK， 不讲，让你们心想，呵呵，谁有就知道啊，不知道也无所谓啊，师傅知道就好了，更不用我直跑出来了啊，更不会那个。大家都努力修行，自己知道自己就好了 ，OK。然后多帮助世界啊，打坐也是帮助世界净化那个气氛啊。然后如果有灾难的话，能去就去啊，能帮就帮 ，OK， 耶、yeah ，就是这样子就好了。我们责任就是这样，不要太过多啊，不要太啰嗦啊。因为修行不是说外表的啦 ，OK。也不是说要酒就要拿到，不是这样子 ，OK， 嗯，它自然而成的 ，OK， 我们越要有时候越没有哦，要就是不是要酒那种探酒那种，要就是一种很诚信在里面，那个不一样啊，要求成佛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都这边是等果位掉下来。那个果味不是水果，它不是跟牛顿一样坐在下面，它等着水果掉下来。要努力 ，OK， 要有爱心啊，要有体贴的心，要有贡献心，无我贡献，无条件的啊，它才自然而成 ，OK， 它自然而成，你不要也不行这样啊。然后你没有做什么好事，做什么也是在那边算功劳。或是那个等福报的话，那个得不到任何了 ，OK， 得的话是很低了啊，了解哈，要很自在了 ，OK， 很自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要打坐，该做什么就做，生活要多节省，吃饭菜也要多简单，懂吗？哎，不要太伤害到食物，要自己种菜，嗯。
种水果蔬，一起分享啊，或是互相卖也可以啊，没关系啊，如果以前是当农夫的话，现在弄那种有机的那个农产啊，然后卖给同修吃，身体健康也好。别人的话，如果以前养动物的话，你劝他变成有机的农夫啊，比方说呀，认识谁就劝谁啊 ，OK， 拿材料给他看，European Parliament supports reducing meat to lower greenhouse gases. Reduce your meat consumption or stop eating meat totally. During discussions 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 the Climat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livestock'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and recommended a reduction of subsidies to the livestock industry to curb methan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dopted its own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 as an institution, and as a vice president, one of the proposals I've made is in line with your own, which is that we should eat far less me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jor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es. Please eat less meat and let's make taxes on meat. That's definitely one of the issues we're talking about. I'd lik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 cost is of eating meat for the environment worldwide. My name is Jens Holm. I'm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ase, be veg, go green to save the planet. But the world is not so easy, huh? We should work more, okay? The teacher is also working, you should also work. Understand, huh? Okay? But it's very fast, very fast. I think it's very fast. Okay? Then everyone should work more.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Okay. So, let's do it again. Okay? Okay. There's no big problem, right? 好孩子，OK， 我们打坐一下哈。一天呢、不管多忙多忘记，也要一个小时观音。我做什么也是为了天意而来 ，OK， 而做的啊。你们不必的话，生活简单比较好嘛。OK 哈。哎，你好。大家舒服吗？还好哈。复杂，世界复杂啊！我们太简单，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懂世界的做法了啊。我们自己做法很简单啊。好了啊，因为我就想到啊，你们一定会来很多、不可能是昨天没看到而已的。然后我来了，一定要骑在这里的啊。所以叫他们赶快那个用红啊，把它绑在树上，这样子也就可以了嘛。也，谢谢师傅，谢谢他。哎，我用一些啊，看到了吗？看到了。为了你们把菜锅喝了，看到吗 ？OK， 耶、yes. ，全部看到吗？看到。哎，多过来一点那些比较有屋顶的地方。I love you. 师傅好漂亮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 ，OK， 谢谢大家哈 ，Thank you，Thank you。
OK 哈 ，Yes， 看够了哈 ，Yes， 我就去了，就去了。祝你们新年快乐！那个东方过年的时候过来的红包 ，OK。四面好开啊！拜拜。Thank you 哈，谢谢光临 ，OK。谢谢师傅，谢谢您的爱，谢谢您的爱，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再见吗？I love you, Benny. I love you. 真的年轻又漂亮，真的。